世界乒乓球大师擂台赛的大奖赛，现在呢是中国台北的李希阳现在刚刚呢是战胜了张国志这样他成了新擂主，他对奥恰洛夫的比赛。 打到底啊，也是个考验，还要打五场球。是海南这个运动员林明和，啊。林明和毕竟正规，他属于这种。今天的世界冠军，我们的小将李欣颖也是毫不逊色啊！现在目前是4-3。就看让多的话，奥恰会有压力。 到他这儿都能够上台，是。哇！实力。 非常果敢。后来有很多球呢，他打得很凶狠，啊，但是都打到了。哦，机会呀。 哎，就是不简单。哦。不是的。哦，我妈妈。 Thank you.
再次比这一分，比赛非常的精彩啊，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的焦灼。 李欣耀啊，现在李欣耀又开始领先一分。